十月二十六日，中央作战军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，放弃了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，向苏州河南岸转移。左翼作战军亦奉命向姚家渡至唐家桥支线转移。至二十八日，第三战区中央作战军和左翼作战军进入由浏河、沈家桥等地一线的第二期冀设防御阵地。同日，就在中国军队各部撤退的时候，作战指挥部决定留下一小部精锐师团留在闸北掩护各军撤退。那么作战指挥部到底留下了谁死守上海呢？经反复斟酌，作战指挥部决定留下战绩颇佳的八十八师固守上海。在不违背上级意图的前提下，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决定留守一个加强营，以第五二四团第一营为骨干，由中校团副谢晋元传令。该团编制实际只有一个机枪连、三个步兵连、一个迫击炮连，对外号称八百人，实际只有四百五十人左右。谢晋元和他手下的八百壮士渐渐成了最后的孤军。八百壮士啊，完全是八十八师的五二师团第一，其他的部队啊、友军呢、啊，都是奉的命令呢转移阵地的，就向第二线退了这样子，所以就叫做孤军呢，师团孤军呢。谢晋元受命后，率领第五二四团掩护第八十八师主力撤退。二十六日午夜完成掩护任务后，即带领部队进入四行仓库大楼。该大楼位于苏州河北岸，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七层建筑，全长一百二十米，宽五米，墙厚楼高，易守难攻。这里曾是上海大陆、金城、盐业、中南四家银行储蓄会的联营仓库。淞沪会战开始，第八十八师进驻闸北后，司令部就设在这里。仓库内储存着较多的弹药和粮水。仓库的东南两面是外国租界，北边和西边是中国地境，已被日军占领。谢晋元带领士兵赶修大楼防御工事，在窗口堆好沙袋，在楼顶架设高射机枪，集中兵力防守大楼左右两侧。二十七日凌晨五时左右，日军发现仓库大楼内的中国守军，便调集部队由东向西蜂拥而至。谢晋元一声令下，楼内所有武器一齐开火，即刻杀敌数十人，敌军暂时后退。十时左右，日军发起了第二次猛攻，谢晋元命令停止射击。等日军冲到近前时，指挥官兵用集束手榴弹迎击，炸得日军鬼哭狼嚎。下午一时，日军先在大楼西北角纵火，烧着附近民房，霎时浓烟滚滚，然后借烟雾掩护再次发起攻击。谢晋元指挥部下一面阻击敌人，一面打开仓库内灭火龙头熄火，敌人阴谋未能得逞。直到二十八日上午，敌人的四次进攻都被打退。师长孙元良回忆说，我们八十八师啊，在上海的闸北坚守闸北阵地啊七十六天，这个日本军队对此来进攻啊，都没有约到对此一步啊，可以遭到我们国军的很大的打击。所以这个日本的部队他自己在广播上讲了，这个八十八师是个阔恨之敌呀。三十日凌晨，日军又一次发起进攻，在临近楼顶上架起机枪并疯狂扫射，又在国庆路射炮十余门瞄准射击，步兵分两路实施夹攻。谢晋元率部顽强抵抗，
勇猛打击敌人，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，日军始终未能靠近大楼。在连续四天的血战中，谢晋元率领800壮士顽强抗击日军进攻，牺牲十余人，三十余人受伤，毙敌百余名。由此800壮士威名远播，